有请第一组唱作人。这边可以坐吗？这是观众位置吗？那么石墙是坐在这里吗？那我就坐了。回。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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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干嘛坐这么中间？我们要不要坐第一排？不要，坐旁边一点嘛。坐中间嘛。哎，不要嘛，坐中间好显眼。哪里显眼了？一点都不显眼，好吧？哇，江湖人都是这样打招呼的。选了一个最边上、最上面的位置坐下，我就喜欢同别人不一样。我们不一样，不一样，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。有请下一组唱作人。你想坐哪里？我坐后面。你为什么？我跟邓杰坐，跟邓杰坐。帅不过三秒，太慢了。想坐那边。我觉得蛮好的，因为那个很大，对，可以躺着，可以躺着，可以躺着。请马斯卡注意，请坐到对面的位置。请马斯卡注意。